十日，月华娱乐发文回应大门被泼红漆一事，称我司强烈谴责恶意喷绘、乱贴乱画等严重影响正常工作秩序、涉嫌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，公司已报警，目前警察到场处理中，尊重法律程序，相关事项静待警方调查。11月10日，网上爆料月华娱乐大门被泼红漆，一个大大的拆字清晰可见，门口贴纸上还写着打压艺人、拉帮结派等标签，场面十分混乱。